那现在车好像没有人，但是我要睡觉，我好久好久没有那么早起身，要死了。那就三个小时后见啦。请勿上车。你啦，别气了，是你。我好高哦。那第一站就是在中山路的无名米糕，去到的时候应该是1点还是12点半，人非常的多，都在排队。因为一些意外，我把无名米糕的食物的片段全部弄不见了，所以你们只能看我在那边吃的这个片段。无名米糕是我随便在网上找到的，它的价格真的很便宜，一碗米糕才大概25台币而已。它没有说特别好吃，但也没有说不好吃，所以我就不会特别推荐大家来这一家。刚才一个人吃太多了，所以就必须要消食，然后就找到附近有孔庙。那你要读书来的，你求个钱。孔庙还是有那种祭拜仪式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那个时期再来参观。那个，帮你带个。啊，不是，巧克力，黑白边。哦。谢，好奇妙。然后，变明信片，孔子。房间休息。小小的，厕所也小小的。好，把门关一关。因为这是二人房，但我就自己住，所以就是小小的。这是刚才我 check in 的时候，他已经帮我先把行李拿上来我的房间。那这就是我的床床，就小小干干净净的，然后就这样。那现在就来开箱一下那个饭店。其实那个饭店也没有什么好开箱的啦，就是看一个 GoPro 你就可以看清楚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么小。所以是讲你只是要来一点 day trip 什么的话，是其实很够用了的啦。不得不吐槽一下他的那个浴室，真的太厉害了。我们来去看浴室。那一进门就是这个浴室，小其实没有问题啦，然后还蛮不错的，它是这个免治马桶。问题是哦，那它有这个水盆，我放那个手进去是刚刚好的，就是我的手掌的大小，它是超级 mini， 很奇妙的啊。这里就是冲凉的地方哦，它冲凉就没有做那个隔的，然后它就冲凉的时候水它就喷到满天满地都是。会觉得如果它加一个 curtain 什么都还好一点啦。So anyway， 除了这一个其实都还好啦，因为大部分你都是出去玩，所以就觉得还 OK 啦。以一个两晚2500台币来说是很 OK 啦，然后地点也很赞，因为就在台南火车站那里而已。谢谢。还没东西。
它是鱼肉包鸡蛋。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的难处就是东西吃不多，好像已经饱了。对啊，特别多。接下来就来骑电动车的，这样顺利回去。